欢迎回到文博会。今天呢，我们想来玩的是由电影工作室出品的编号 SS 六十的大力神组合成员铲车。实际上呢，我。 刚开始做短片的时候，我是把它叫做推土机，结果发现好像是叫错了，它应该名字叫做铲车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。首先呢是外包盒，那我手上是两款铲车啊。呃，盒子正面呢就是铲车的电影形象。这款玩具呢，实际上截止到电影工作室呢才算是正式。 才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像样的玩具，之前呢都是一些传奇级，就是凑角色的一个玩具。嗯，出品在真人电影第二部的一个作品，另一侧呢是大力神的一个组合成员，马上就合体形态了啊。 呃，这一侧呢就是一个大头罩，后面呢就是载具人形。由于是一个三 C 版本啊，还是有相应的狗皮膏药啊。嗯，整个玩具呢，相比于原色呢，我是来进行了一些干扫。呃，这种电影系工程车的玩具呢，是非常适合海绵掉漆。 自洗和干扫的，在我之前的视频里啊，我都有做过。当然呢，最简单的也是像我这种蘸点银漆，嗯、呃，做一层干扫的话，效果也是非常好看的。我本身呢不太喜欢工程车呢，是比较新的一个感觉。而且呢，电影中的这些工程车呢，都是那种实际上的车型。如果它太新的话，反倒是不符合整个玩具的一个审美。那整个玩具呢，拿到手呢，确实是让我非常非常震惊。这个料子方面呢，我觉。 觉得应该能算是 S S 电影系里排前几的一个料子，料子的一个质感来说呢，是非常非常好。那高度方面呢，我们也简单来看一下，从头到脚的一个高度、啊。那整个玩具呢，我我觉得这一批啊，这个 V 级铲车和。 芋头呢，都算是一个很好的模具。那这个玩具呢，本身并没有什么过多讲解的，也没有什么技巧。我们来看一看细节。首先呢，头雕方面的活动度呢，算是非常大。根部呢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左右的旋转都是有。而且呢，它整个左右之后呢，一个感觉呢，就特别活灵活现的那种。呃，比较凶恶的一个感觉。但是脸呢，特别像碎骨魔那种包子脸啊，看起来不是特别凶。整个的脸部呢，我是有进行的一些渗线和。 呃，一些扫银的处理，包括它这个低头弧度都是非常大。这个位置呢，也是做出了一个像脖子的细节。但实际上来说，电影设定图里这两个须子部分呢，它有点像类似于昆虫。你可以看到啊，这种昆虫须是向外延伸的。这个地方呢，嗯，略显得有些可惜，也是塑胶的一个分件的原因吧。 它这个地方没有做出来。那整体的配色来说呢，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素。脖子部分呢，有些铁灰色的涂装，活动度呢算是这么大。胸口位置呢，算是细节最多的一个地方。首先呢，胸口的层次感是做的非常好。这两侧呢，也有枪铁色的一个涂装，有两个烟囱式的一个装饰吧。啊，这里面呢是有些黑色的塑胶。我把黑色的塑胶部分呢。 也是扫上了一些银，所以呢，细节程度呢会比较多一些。裆部这个位置呢，一看就是一个随便的人啊，随便的把这个地方抬起来，随便的让，嗯、呃，这些地方呢做一些流动啊。所以说呢，你也不能这么随便啊。嗯、呃，肩部的这个位置呢，这个地方是有一段的关节，保证了三零的活动度之外呢，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向里的收纳，可以看啊，就是这样。 整个肩部外圈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如果安插一些装甲性的武器呢，可能会更帅。肩部的这个部分呢，有些枪铁色的涂装，外圈呢有些六角菱形的一个接口。 手部呢，平转是没有问题的，并且呢，有两段的手肘关节，在这个位置有这么一段的活动性，在这个位置呢，也有这么一段的活动性。整个的手臂部分呢，我是进行了一些渗线和干扫，略显得有些可惜的就是，整个本身来讲，它的颜色呢还是非常非常素的。嗯，干扫之后的效果还是很好的。这些枪铁色的点缀呢，也使整个玩具的效果呢会好上很多。 但是有一些可惜的，就是可能是因为成本原因吧，它本身呢，类似于这个伸爪或者是一个打蛋器的那个设计啊，应该是有一个流星锤可以飞出去的，它把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省略啊，所以呢。 我觉得后续有一些放大厂家呢，可能会根据这个地方呢做一定的更改。那另一侧手呢，这些部分呢都是相应的一样的，只是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三零的旋转度，这个部分呢有一个铲头或者一个爪头的一个活动性。啊，整个的爪子部分呢，你也可以嗯做一些造型。当然呢，我这个人吧就不是特别会摆造型。嗯，裆部这个位置呢。 在这个部分是活动关节，整个的活动关节呢，虽然是一个卡扣的关节，但是整个的紧实度呢，真的算是非常棒，没有侧踢啊，因为它这个变形需要。然后胯部的这个关节呢，把这个裙甲部分稍微搂开呢，是。 会稍微有一些活动性的，那向里向外，这个也是增加了大力神合体形态手部的一个活动性，呃，你可以理解为啊，就是这个地方打开呢，活动性会更大一些。在这个部分呢，有一个三零的旋转度，腿部的一个屈膝的关节呢，也是做的很丰富，包括一些链条的刻画呢，它都是有。只是呢，涂装方面呢，不算是很精彩。脚掌的部分。 也没有接地，嗯，比较可惜。但是呢，这个脚步呢，有一点跟御天敌是一样的设计、啊，就是脚平放呢是一个平面，斜放了之后呢是可以把整个关节再提升一点啊，拉长一点。所以呢，这款玩具呢造型呢其实算是非常非常怪，但是非常非常戳我。后背部分呢就是很简单的把这个地方翻折回去，驾驶舱的部分就在这个屁股上面。背包方面来说呢，处理的算是零背包。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收纳啊！这个轮胎的滚动性呢，也是异常的流畅，做的是非常非常好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这款玩具的一个变形。这个玩具的变形呢，没有什么难度啊，几乎是非常简单易懂。嗯，值得注意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多。这个部分呢，是需要大力的扣下去。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锁定关节，卡住之后，这个地方卡住。那其实呢，这个形态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。 机甲风的一个形态，可以想象啊，这个东西有一个驾驶舱，啊，就是有一个什么，啊、呃、这种战斗机器人儿这种感觉啊，我是觉得还是真的挺好看的。所以在这款玩具上面的一些玩点呢，我觉得也是蛮丰富的，挺好的啊。然后后背的两侧这两个长装的卡扣呢，给它解锁开。呃，这个地方呢需要提一下的就是，你从铲车形态变成这个位置的时候。 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是把这个接口啊往下打的话，这个部分呢就会有一定的公差，插不进去。所以呢，接口部分适当的是往上抬，抬到这个地方都不影响。你看它卡的时候，它就会非常舒服，也非常得劲儿。好，把这个地方呢翻折上去之后，上方脖子的地方有两个凸点，其实不是脖子的地方，就是两个触角的地方和两个凹洞，它是有一个互动的。嗯。 这个地方你愿意怎么放就怎么放啊，其实没有什么要说的。然后驾驶舱的这个部分，我们给它提起来，手臂呢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变形。呃，整个的手型呢，其实就是非常简单，把这个手部这样做，可以看到手臂的根部地方有一个长突，我们其实呢就是说白了，把这个地方倒让开，让这个长突转过来卡在相应的一个点上。 你卡住了，就算是做到位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稍压一压啊，给它压平，这个地方呢就可以了。另一侧呢，其实是同样的变形，它没有什么呃难度的卡扣啊，就是非常简单，你只要变到地方，它就卡住了。这个地方也是卡住，卡住之后呢，两侧稍微按压一点。如果是你这个地方按压不到位的话，这个地方是。 卡的不是特别稳的，你可以看到驾驶舱的这个部分正好有两个凸点给它压住。手臂呢，我说了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啊，就是好在这个地方很行云流水的，你关节变到位了，你就能卡住。这个地方锁定有一个小动作啊，千万不要忘了，就是这个搅蛋器的这个部分，给它稍微往下压一点，压到底。这个部分呢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啊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，把这个地方呢也是。 翻过来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像 T 字形的一个结合洞，是和这个位置呢，你必须是压到底啊，它才能卡住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地方卡的并不会特别流畅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爪沿的部分给它翻下来，其实车型呢就已经出来了。然后把整个的腿部这样翻过来，翻过来之后呢，腿部呢是有几段的锁定卡扣。第一段卡扣呢就是脚掌这个部分，我们把它。 打开可以看到凸点和凹槽锁定的是非常好。第二段卡扣呢，就是这个凸点和这个假轮子的部分。好，把这个假轮子的这个部分调整到侧面。然后呢，一开始变形我也是有点懵啊，我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变。但是教给大家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做拼图你就知道这个轮胎这两轮胎是指定是一个平行面的。好，把这个两轮胎呢，呃，找到一个平行面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脚部这个关节往前提，灰色的这个。 部件呢是朝外的啊，你把这两点呢搞定之后，我们再把腿部呢调整过来。好，这样调整过来，它这个部件正好凸点啊凹槽这地方锁定，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再次呢通过手部啊调整一下，把它打成一个平行面就可以。好，一侧呢先调整到这儿，另一侧呢我们来做一个同样变形。首先呢我们把拼图式的两个轮胎呢是。 都冲外侧，然后呢，脚掌部分一个卡扣，两个卡扣，呃，给它锁定，然后这个外侧呢，给它避让一些啊。其实呢，我这样说呢，你可能不算是太明白，但是你真正操作起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找两个部分，一个两个轮胎呢是冲外，一个是灰色部件冲外，呃，这个两个地方呢，你找对了，你变形不带错的啊，真的是一点儿都不带错的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凸点结合住。 然后这个位置呢，适当呢先调整一下，结合卡扣呢是一个凸点，两个凸点啊。好，把这个角度呢适当的调整一下，把这一侧呢给它卡住，然后另一侧呢也是角度调整一下，这个铲车形态啊就完成了。然后把这个铲车密合一下。嗯，在这个变形过程里啊，可能如果你的推车呢、啊、不流畅的情况下呢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就是这个地方呢你没有打平，所以呢用手简单调整一下。 这个简直是推车党的福利啊，特别顺滑的一个感觉，而且呢，看真的是推车党的福利，超级爽的一个推车感觉。那整个的细节呢做的也是不赖啊，这个铲子的部分呢，确实这个位置有些镂空，但是呢，相比于之前大力神的其他组合成员来说，我觉得这个铲子的一个感觉呢也是做的不错。我上面是呢是做的一些。 干扫的一个涂装，然后两个驾驶感的部分呢，也是略微有些活动。呃，值得肯定的是，它这个打蛋器这个部分啊，也是这样做一个像尾联动这种设计、啊，真的算是很棒了。这个部分呢，你愿意怎么放你就怎么放啊，这没有什么。然后轮胎呢是这种大轮胎，滚动呢超级爽，真的是超级嗨。只是涂装方面，个人是觉得比较素，所以呢，我是做了一些。 干扫干扫出来之后的效果呢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然后上面驾驶舱的部分呢，是有些金属色的涂装，外轮廓呢是有些枪铁灰色的一个涂装，其他方面没什么。呃，至于这款玩具最后的一个合体形态变形呢，也真的是很简单，把这两侧的卡扣解锁，通过这个关节旋转，作为一个铲勺型。啊，这一侧呢也是一样啊。 其实呢，我个人认为这个大力神合体形态呢，就是越碎它越好看，所以呢，我是愿意把这个脚尖部分呢，再给它打碎一点啊，然后铲子这个手部的这个位置啊，算是两个小副手做一个指甲，啊、呃，类似的这个手型就出来了。然后两侧这个位置呢，我喜欢是把它打开。OK，驾驶舱这个部分卡扣解锁，稍微有点紧啊，就这样解锁立起来就可以。啊，最后的合体形态呢，就是。 这样一个形态啊，虽然有点儿这个不是特别好看啊，但是它确实就是合体形态的这个手部。那再等的话，就等最后的这个 L 级超载，把这个 L 级超载呢，嗯，跨步组合完成，咱们就可以把今年的 SS 大力神全部合体了。整个的手型呢就是这个样子。对于这款玩具呢，总结一下呢，也没有什么总结。 就是你如果买 SS 大力神的其他成员，这款你是必买的。而且呢，这款料子呢，应该算是大力神成员里素质最高的，也能算是 SS 电影工作室里料子最好的。把玩的一个手感呢也是非常好。只要你卡扣变形到位的话，这款玩具的变形一点难度都没有。而且呢是推车流畅，人形载具呢做的都是挺不错的一个作品。 好了，今天视频、啊、咱们就做到这儿，感谢各位收看。喜欢咱们视频、啊、记得素质三连支持一下。呃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玩魔会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、投币、收藏，还有分享。爱你们哟，么么哒。